依菩提心起修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菩提心的定义里面，你一定要很清楚四个字，叫做是经圆明。是是什么？你每天都认识啊，你每天都知道啊，你认识这个人，你认识那个人，不是有是吗？好，这个是就是我知道啊，我认识啊，其实就是行，就是忘事，有没有？再眼叫做看，叫眼视；再耳叫做什么？听，叫耳视。眼耳鼻舌身意六视，六视哦，好，叫视哈。视的经就是还没动念的时候，那个叫做源头，那个是源头嘛。你在看，谁在看？谁在听？你用一个谁的这个问话来反观自己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是经啊，重点是那个经，那个经啊，啊，精进波罗蜜的精就是这个精，大家了解吗？如果没有依着心所修的精进，叫做邪精进。有的人也很执着啊，那就一直打麻将啊，一直追剧啊，那每天每天就一直吃啊，那个叫精进吗？不是啊。因为他依着是贪心，依着是妄想心，依着是无明之心。他无明呢，他就不是精。大家了解吗？因为这个精呢，如果你用对的功，你会越来越清楚。你的用功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不昏沉，越来越不无聊，越来越不会无忌。好，会能生诸缘，就心生万法。你会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有力量。你会越来越能够度众生，度众生的成功率越来越高。这样了解吗？做什么事都会成功，因为那叫成所作智。好。大家知道齁，知道这个中间的差别。唯识啊，讲到这个识，这眼识到身识，眼识到身识呢，转识成智了之后是什么？智叫什么智？成所作啊。是不是？佛要度众生，他也是用眼耳鼻舌身啊。所以成所作啊。好。我要设计一个活动，也是用你的眼睛看到，耳朵听到，心里面想。好。然后你去把它做出来。好。我要煮个饭也是这样啊。啊，你要煮出天厨妙供也是这样子啊，你要拖地板也是这样子啊，啊，甚至于你要去做一些很多的设计发明，你也是眼耳鼻舌身啊，大家了解吗？哈，啊，你要做香灯，你要执法器也是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道场里面的所有的工作是可以让我们有智慧，因为它都是借由这些工作让我们练啊，不在于工作的高低，每一个工作都需要用到眼耳鼻舌身。你看种菜的有没有？挑粪的，它通通都是眼耳鼻舌身的修炼。所以哪个地方都会出祖师，只是你要会用，你要会知道是在转这个事成这个智啊，有没有？那怎么转？谁去转它？
第六识。第六识，第六识是意嘛，意是总指挥嘛。意里面呢有三种层次嘛。啊，众生随心意意识转，有没有心啊？意之前有意识，之前有意嘛？意之前有什么？有心嘛？意之前有心啊，还没起心动念，这个心在不在？是不是？还没起心动念，叫阿赖耶识嘛？然后又叫做什么？菩提心嘛，菩提圆清净体，是经，是经圆明，是经圆明就阿赖耶识的本体嘛。那阿赖耶识是什么？阿赖耶识是叫做什么？生灭与不生不灭合合，非一非异呀。阿赖耶识的定义叫做生灭与不生不灭合合啊，所以它是生灭心。生灭心就是什么？生灭心就是事啊。它是生灭心吗？它不是啊。它是不生不灭心吗？不是啊。大家听得懂吗？那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那个无始的，他有可能无始什么往轮回的方向走，就是生死啊。就是因为他能生诸缘，有没有这个心呢？啊，世经原名能生，能生怎么生？一生呢，就是生一个第一个念头就是意，第一个念头是意，第二个念头是意识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心一动念就是意，然后就是事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杯子。到杯子的时候已经是事了嘛？谁的杯子？好看的杯子还是不好看的杯子？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？那这都很后面的嘛。好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杯子啊，因为我每天都要知道啊。我要知道那个叫做什么啊，我要跟这些名词有连结啊，它叫记名字嘛。你因为你认识的这个世界，所以你才会能够转啊。众生随心意意识转，只是转的时候被自己后面产生的习气反扑嘛，反过来牵制我自己，而不是随时都是我自己决定我要做主嘛。好，是，所以我们现在练的是这个啊。你要知道它能生诸缘，缘所宜者，所以这个世经原名在这里啊。世经原名呢，要转的时候呢，诶，这两个最好转啊，这两个，这就是第七识，这个是第六识嘛。第七识转成什么？什么智？平等性智啊。第七识啊，就是转成平等，平等啊。第六识啊，转成什么？妙，妙观察，是不是也要察言观色？是不是也要会观察？你会观察，你才有办法，你叫就是观嘛。你要会观会察，你在度众生的时候叫观机吧，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好？那你平常要不要观察？要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用的就是那个观察嘛，有没有？闻声救苦，他透过耳来闻声之后呢，那叫观嘛，起观，观察观照。好，妙观察智，
会变成妙观察智，会转成妙观察智，是因为他的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。如果第七识不平等，你的观察是有限的。大家了解吗？这两个是一体的。第七识有我执。平心而论，我们如果就事论事是没有第七识。但是我们都是，这个茶是谁泡的？谁泡的？心净法师啊，好好喝哦！只要是心净法师泡的，都是好喝的。这叫做不平等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好，那如果说心净法师泡的，那泡这什么茶啊？这也是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什么？这就是不平等啊！好，那茶就是茶，你管谁泡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，啊，这谁泡的？师父不要问，这样不平等，懂吗？就这样啊。但是人齁，很难，因为人有分别心。嗯，我喜欢的啊，这个茶是这样啊，它放在这个我这么喜欢的杯子，它就特别好喝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不平等啊。那你要知道，人就是从不平等，然后慢慢练习到你要怎么平等，你每一个人都这么好，大家了解吗？我们的不平等是来自于匮乏，资源不够，僧多粥少，所以不能平等，不能每个人都有。但是如果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黄金，每个家都是黄金打造的，你还会去羡慕那个有钱人吗？我们家就全部最有钱的就是我们家啊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啊，你就不用分别了啊。那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，你就不用烦恼了。好，那第六识呢，它因为你的心的平等跟不平等而会产生啊，产生好的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。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你的资源不够嘛，所以你只好什么事情都先想到自己，你什么都先用先啊，我喜欢喝这个，哎，我先喝啊，哎呦太多了哈，或者是啊这个不好喝，来行照师你帮我喝，这样我赏你，这样就会这样，就是当他不够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会先想到我自己嘛。可是如果你的心里面呢有你很恭敬的对象，譬如说师父是各位比较恭敬的对象，你看到师父没有茶喝，你手上刚好有，你会不会给师父？会啊。可是你如果说哎，有一个小朋友他也不认识师父啊，然后他必须要他把他手上的那个糖果给我的时候，他就有痛苦啊，你了解吗？因为我为什么要给你，我自己都没有，这是我的，有没有？那个我会跑出来啊，那个我跑出来的时候，你的意识就在那个我相里面嘛，你就没有办法很宽广的去运用它。所以转世的时候是第六世跟第七世要同时转，那你要怎么转？你要同时，你要修耳根圆通，又要修参话头，参话头在破第七识啊。好，你如果参话头了之后呢，就更傲慢，哼，我都修参话头，那你就是不知道在修什么参话头，了解吗？其实参话头是在破那个第七识嘛，在起念的时候马上就是照，起念就照念，然后就参嘛，参破后面的事。好，那第七识再破啊，第六识才会好用，才会变成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带领了这个前五识都变成所作智。好，所有做的最后圆满，他的全部的这个
啊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叫做大圆净智。因为你的八识，第八识阿赖也是装的，都是前面这个是回熏的种子嘛，它是回熏的啊，那它本来就不在啊，因为它是生灭的嘛，生灭是其实不存在，生灭的讯息只是讯息，它不存在啊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在讲说能生诸缘，能生诸缘啊，缘所依者，你要生起一切的万法，你要先从这个无始菩提涅槃缘清净体开始起修。那怎么修？就是保持你的清净心，不起凡夫染污心，即是无上菩提道。好，那问题是这是一个原则嘛，这是一个概念，对不对啊？你什么时候会起，你就要注意啊，哪一些境界，哪一些环境你最容易起的时候，你就要提高警觉啊。这个人打电话给你，哦，你知道他很麻烦，那你就接他电话，你不要不接哦，你就我先念一下狂心顿歇歇即菩提，狂心念三遍嘛，哈，念三遍之后好接电话，你就会观察嘛，在接受这个讯息的时候，你要先知道啊，你要先打预防针啊，就像我们要去出国，是不是要先去打预防针啊？我们要去哪里要先戴口罩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你自己要先做防护啊，啊，那。你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去？不可以，因为你要修嘛，你要练嘛，你遇到的你一定要去解决它，你现在不解决，你等到你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解决。所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，就是来的就随缘，通通接，通通接受啊，随缘，缘来了你就接受，缘来了你就接受，接受的时候你是接受这个眼前这个境来练锻炼啊，锻炼啊，你同时你这个人来一个就开始来看你自己的心，不要起染污心啊，这个人是我好喜欢的啊，你要注意，你不要起染污心啊，这个人是你很讨厌的，你也不要注意，你要注意不要起染污心，就是一直守住你的菩提心，不要起染污心啊，不要生起贪心、嗔心、痴心嘛，啊，傲慢心，啊，怀疑心，怀疑什么？怀疑啊，他会成佛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就是，那你会怀疑别人，你也会怀疑你自己呀、啊？这样了解吗？就贪嗔痴慢疑邪见，啊，那这六个烦恼啊，六个烦恼守住，不要让它起。你就是菩提心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你是在平常的生活就在修，这依心起修，依性起修，依菩提心起修，然后修的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，你越来越聪明，你的智慧会让你可以在面对各种境界的时候，你依然能够很清楚，好，不会被转掉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二种根本呢很重要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哈。